那个人都没了，肯定没打什么好的。这个咱们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。姐夫，他是太能装了。其实啊，我妈心里最相信的还是你。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跟妈谈谈吧。嗯，这么大个事儿，咱们得帮妈拿个主意。放心吧，有时间我会跟妈聊的。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，丽丽？咱们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应该有个规划。我以后可能不能送你回来了，你自己得学会照顾自己，啊。我明白了。 这么紧张，你别抱着这个，一会儿再掉出来。对，不能这样抱着，这样抱着。说我这个卡放在家里安全吗？应该是安全的，钱都在银行，这不就一张卡吗？怎么了？担心什么？哎呀，不是，家贼难防嘛，不是？你别看郑中明。 啊，跟我花里胡哨的花言巧语的，我现在还不了解他，告诉他，他不相信我。妈，任忠明这阵儿表现的不错，但愿他是真有悔改之意。不过，你长得挺对，对，啊。你说这卡放哪儿了？你就放一个你自己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不就完了？ 什么地方才是安全的呀？<笑>你觉得安全地方就是安全呢？那，就怕到时候放过头了，又忘了找不到了，这么麻烦。<笑>哎呀，哎呀，老婆，不要动来动去的，安胎安胎啊！哎呦，真难得啊！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肯干了，都可以评劳动模范了？你看你们话这个话讲，我跟你说啊，不是你老公，我自己夸自己。 我就是模范老公的料，啊，这是没有这个评选。要有这个评选的话，我一定能够选这个上海十大杰出青年女婿的。关键你是要用心发现你老公的美啊，用心发现。当然，从这个主观上来讲，我个人也是积极要求上进的啊。主要是觉得妈对我们是真的好，你就拿那个药来说啊，一开始我不信的，什么宫廷秘方，你看，这个事实。 就是生于熊变，这肚子啊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说什么呢？不正经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真是的。不过我的中心思想啊，主要就是讲这个功劳都是妈的，哈哈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把妈接过来，我也好好尽尽孝，是吧？啊？不，不要看了，不要看了。 来了来了，我们赶快下去接，走。你就不要动了啊！时刻记得自己是个孕妇啊，我去就行了。歇着歇着。床单等我回来晾啊。休息休息。哎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妈，你别动了，妈妈。我来会儿了，没事，这个是什么？你妈这边。哎呦，可以。哎，好。哎，妈妈妈，给我。好，慢点啊，慢点。 来来，给我吧。哎，小心一点啊，大姐夫。你们先慢点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妈，办完了，这是最后一下。好的好的，辛苦了啊。哎。
妈，您别忙了，忙了一天了，来喝水，坐。哎呀，哎呀，也真是够累的。仲明，你去哪儿了？一下楼就见不着你人影子，让大姐夫一个人在那儿忙，你好意思啊？就这张嘴厉害。不是我嘴，我。你什么你啊？关键时刻老指望不上你。完事了，妈。哎，这些杂物你就自己收拾吧啊。我来，大姐夫。不着急，慢慢来的。那个我走了，我去那个新主那儿接微微去了啊。好。哎，晚上带微微来吃饭啊。哦，好，看情况啊。哎，慢走啊，大姐夫。路上小心啊。快帮忙啊。妈，我来给你抓一抓啊。嗯，辛苦了啊。哎哎，停！你就别抓我了，这个时候还抓我呀？把你自己小宝宝抓住就行了。哎，奶粉喝了吗？今天还没。哎呀，你怎么好忘记呢？跟小姑娘生子脑子，你不给她喝，她要提意见的嘞。这是我们家的头等大事情啊！这奶粉对小孩这么重要，你说好忘的？头等大事，什么都不重要啊！奶粉呢？哦，昨天仲明说的，我也不知道放哪儿。仲明啊！啊！奶粉放哪儿啊？哦，妈，在那个橱柜上面，你找找看啊。上哪个上面？哎，保质期有没有问题啊？啊，哦，那个，不会过期的，他天天喝这个的，啊，那上面有保质期。啊，妈，你看，保质期在这儿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呀，妈。这个包包放在门口不安全的，人来人往搬家，有什么贵重东西被人顺手牵羊就不好了。也没什么重要东西，反正这动迁款我已经在银行里面了。哎呦，现在银行好保险哦，要拿点东西不容易，有密码呀、指纹呐、绝对保险，没问题。哎呀，这电视台，但是没什么好看的。哎，这个好。有没有大鱼出来？这，没有大，哎，怎么了，微微？没意思。丁阿姨，嘉年华来上海了，别的同学都去了，就我没去。嗨，那有什么呀？那咱们也去。咱们现在就可以吗？就现在。现在就去啊？嗯。那行吧。哦，丁阿姨太好了，丁阿姨万岁！好，晚上。来，你跟爸爸说。好。今天嘉年华游乐园出现了设备故障，有十几名游客轻伤，伤者中还有儿童。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。哎呦，这明啊，这么小的孩子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去玩。那么大圆圈圈，那么高，在上面转呀转呀转，那都是用电的，那要一停电，嘎就挂在上面就下不来了。哎呀，我是不会让微微去那种地方玩的。不过话要讲回来了，都像我们这样人家没钱转喽。微微他们怎么还不来了？天都快黑了，肯定又是那个丁心如。这丁心如真是的，自己还是个孩子呢，还带孩子，都把我们微微给带野掉了。快点打个电话给赵海。钟敏，钟敏，打个电话给赵海。哎，钟敏。啊，妈，你跟我讲话。是啊，妈跟你说话呢。你这几天怎么了？怎么像丢了魂似的？哎呦。最近工作太忙，压力太大了，都累傻了。我去打扮。没事吧？啊。嗯，没事，没事吧。
哎，赵海，你们现在在哪儿啊？啊，怎么还不过来啊？妈，今天就不过来了，自己吃吧。那怎么行呢？都说好的，赶紧把薇薇给我带来啊！呀，怎么了？这不是薇薇在哭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说呀！急死我了！快说！什么？薇薇睡了。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不答应薇薇去嘉年华玩，就不会有现在的事了。没事儿，这小孩儿，男孩子皮实，摔摔正常。连个孩子都管不好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妈，这也都是意外，我哪想到那机器会出故障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想不到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多着呢。你以为那是当人家父母这么好当的，当大人这么好当啊？切，我……哎，外婆，妈，怎么了？醒了，快不醒了，小姨，快不醒了。妈，妈，我在哪儿啊？我怎么？妈，哎呦，头好晕。你已经睡了一天一夜了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啊？睡了一天一夜，什么病啊？这么严重啊？衣服都不换成别好衣服了。还说上夜了，还多少时间？挂完我回家了，不要住这儿。那你先躺，你先躺一会儿啊，多难受啊！这干嘛呀？是。医生怎么说啊？没事，我自己身体还会不知道是吧，赵海？对，医生说就是累着了，疲劳过度。你看吧，妈。医生也建议啊，你这两天别出院，因为他们这儿有个免费的体检，他建议你把全身检查一下再回去。妈，免费的，那我们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吧。那当然啦，哎呦，提不白不提，提，扎扎扎，好提。哎呀，啊，那现在去，哎不，你这医生说通知就行。不是啊，就等。行，好。哎呀，那你们去吧，没事了。啊，去吧。姐夫，我刚才看你的脸色不对，医生是怎么说的？是不是妈得了什么病啊？医生说，我妈可能得的是尿毒症。进来。哦，稀客呀，真没想到你会来找我。上次你跟我讲的那个事情还算数吧？从检查的结果来看，病人已经是肾衰竭晚期了，必须马上换肾，如果不换肾会有生命危险。那就马上换吧，医生，多少钱都没问题的。是的，医生，请你一定要救我妈，就算砸锅卖铁，我们也会想办法的。你们先别急，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关键是看有没有肾源，如果没有合适的肾源，有钱也没有用。大夫，拜托了，请你给找个合适的肾源啊。这个我们一定会尽力的，关键是寻找肾源，必须从血清开始，这样比较匹配。你们几个商量一下，看谁去配对，
越快越好。我来。哎，姐夫，你不能去。哎，二姐，你现在有身孕，你也不能去。医生，我来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我去。助理，啊，你找我们丁总有事儿吗？哈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刚好路过而已。啊，对了，那个财务室的那个小张啊，好像找你。啊，是吗？哦，谢谢啊。找我有事儿？啊，没事。有事儿，老太太那儿快没命了。什么？先去二楼验血吧，三天之后拿报告。好。哎，对，我咨询一下，假如说那个体内要有别的其他疾病，还能捐肾吗？什么病啊？比如说。那脑子里就有个积血块儿，这得做进一步检查，我也说不准，而且还得咨询医生。你先去验血吧。好，谢谢啊。是。姐夫，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吗？什么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你是不是要给妈单独配型啊？对啊，我就是那么试试。你试什么试啊？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你这样做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这样做会有危险的。你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扛着呢？你难道不觉得累吗？累啊！哎，换任何人都觉得累啊。那怎么着呢？那现在家里就我这么一个男人，那可不啥事都得我扛着吗？我跟你说，丽丽，现在你别想我，妈现在是这个家里第一位的。明白吗？我知道妈是第一位的，但是这件事情丁心如知道吗？哎，告诉他干啥？他这么忙没用，告诉他。什么叫没用啊？你不告诉他，我去告诉他。别！行了，丽丽，哎呦我天，那这样，等选个时候，啊，找个适当时候我告诉他啊。你必须告诉他啊！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挺好。我一听消息，我就马上赶过来了。不过您不用担心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，换肾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，真的没问题。谁换肾？您不用紧张，这病啊现在好治。不，你等会儿，你说清楚，我换肾。阿姨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个朋友的妈妈跟您一模一样的问题。他换了肾以后，不是我好好的，我换什么肾啊？我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为什么换肾？我去问医生。哎，妈，你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到底怎么了？我到底生了什么病？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什么病？说呀！你怎么知道的？
任秋明说的，不会也是好心？我知道，我们一直想瞒着他的。哎呦，那都怪我不好，我好心办了坏事，把事情全都搞砸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忙去联络关系，去找到慎元的。但现在可能时间来不及了。没事，我会尽量想办法。你能想什么办法啊？我一定会托人找到慎元的。完了完了，我要死了，把他生坏了。妈，你会没事的，你有我们在呢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妈。是啊，妈，你别瞎想，你肯定有救的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啊。吓自己，肯定是医院搞错了，医院搞错了。我没事的，我待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妈，别来我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妈，妈，你冷静点，妈。妈，你得了病了，这是事实，但这不是啥绝症，只要找到匹配的肾，妈，你还能和以前一样，跟正常人一样生活，知道吗？咱不怕，我给你捐肾。我也给你捐，你肯定会好的。你看，妈，我们都给你捐，谁匹配算谁啊。别老打电话，心脏病都要被你吓出来了。我开完会马上就去啊，先这样啊。毛景峰他现在是什么样一个状况？我相信业界现在都很清楚。他只是在赌他最后一把啊！只是在赌。对对对。我做生意向来不主张赶尽杀绝，那是。但这要看对谁了。
这小子坏事可没少做呀。毛景峰这小子是该给他点教训啊。教训啊？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对，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啊。他如果再敢跟中天较劲的话，我都要看看他有多少实力。那中天会不会？不会，中天在这块土地上绝对不会放手的。好，哎，这可是你翟总说的啊，我们可就都看你的行动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要的是中天集团一份重要的报价单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偷的？去偷去哪我不管了，这是你的事。只要这办妥以后，放在我面前就好。哦，原来这些文件这么重要啊！沈伯伯，哎，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，会议室已经准备好了，咱们过去吧。怎么就在这儿开不行吗？啊，那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么好？好好好。对了，我文档材料在电脑里面，你去帮我拿过来。好的。家啊，我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怎么都不去医院？不都跟你讲了吗？公司的事情多，脱不开身的。就你忙啊？你们老板都亲自去医院了，你还能忙得过他啊？而且你要真的去的话，他还能不同意啊？老婆，我们老板那是老板，人家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是吧？那我算什么？我是一个打工的，哪有老板自由的？行了行了，明天我就去看看啊。仲明，这件事你可得上点心了。妈这回真是得了大病，医生说换肾越快越好。哎，今天我跟丽丽也在医院配型了，你明天去医院的时候顺便验个血啊。嗯，好。啊？验血啊？我也要验。嗯。我跟你妈又没有血缘关系，这验了也白验的。人多概率大一点嘛，你怎么了？让你验个血就这么多话？不是老婆，这个你要相信科学的啊。像你们亲属都匹配不上了，那我一个外人更匹配不上了，是吧？你这样推三阻四，就是不把妈当一回事。说到底就是不把我当一回事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。不生气，不生气了，生气对宝宝不好，不生气了。知道不好就听话，明天上医院去看看妈。还有记得验血，别忘了。电话，要正式，不闹了啊，接电话。神神秘秘的，在干嘛？喂，毛总啊，怎么样？我要的东西拿到手了吗？啊，这个资料的事情呢，先不忙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谈一谈这个价格的问题。之前的价格是讲好了啊。现在这个情况产生了一些变化。是，你说我好巧不巧的就知道了您公司里目前的一些最新的情况，又好巧不巧的就知道我手里这个资料啊，对
生死存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所以您看这个之前的价格就有点不太合适了，您说呢？小花园里没有吗？哦，那你到居委会看看，看看他是不是到刘大妈那儿去了。我现在到丽丽画廊去，我看看他有没有可能到丽丽画廊那儿去了。啊啊！大胖，哎，大胖，你麻烦弟兄们帮我找找我妈，我妈不见了。哥，别找了，老太太在我车上呢。在你车里呢？去哪儿了呀？哎呀，干什么呀？一惊一乍的。哎呀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好了，你们都别围着我了啊！我有话跟赵海说。赵海。哎。把我吓死了。快去去去。啊。没事，快。妈，到底咋回事啊？赵海。嗯。妈想，在动手术以前。把事情都处理好，办妥了。什么事儿？这次换生一定需要一大笔钱。你们又没那么多钱，所以我想把房子那个钱先花了吧。哎呦妈，你可别这样，你赶快收起来。我们都说好了，我们来准备这笔钱。哎呀，你们的情况我还会不知道啊。说到底啊，这也是命。我命里不该有这么多钱，有了这笔钱，你看我就得了这个病了。赵海，嗯，你拿着这个钱啊，帮妈努力找肾源。我相信这么大医院一定会有配对的，换了肾，你妈这条命才能救过来。嗯，知道知道。嗯，你拿着，放在你这儿我才放心。好，妈，那我就先替你保存着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努力帮你找肾，没事的啊，一定会找着的。哎呀，文慧啊，我跟你讲，这你妈是刚刚让大姐夫进去，不让我们进去，我就知道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啊。妈就是偏心。我妈都病成这样了，你还在背后说她，我妈怎么偏心了？你不是也亲眼看到了吗？妈亲自把这个存折交到大姐夫的手里，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妈就这么相信他了？这么一大笔钱放到何兆海的手里，这不简直就是在分遗产吗？这是。哎，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我妈还在啊，什么分遗产的？我看你是老毛病又犯了，见了钱就出风。哎呀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！你赶快去上班了。那我上班去了，正好有个很重要的会。哎，周明，你去验血了没啊？验血。嗯。毛老板，这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迟到了，家里有点事情。不用解释那么多了，你现在今非昔比了嘛，摆点架子也不是不可以的。您看您说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啊。
这大老板做事就是爽气啊。这里面的东西你弄到了，那也是你应得的了。不过，这是我要你做的第一步。既然你都查过我的事了，我也不妨明说。我想了解中天最近所有的业务往来，也就是说，我要你定期给我提供他们的资料。定期提供啊？哎呀，这个恐怕有一点……哎，放心吧，钱不是问题。那我就尽力而为，啊，就谢谢王老板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告辞了。啊，好。喂，好，按计划进行。知道，我是不会允许有人威胁我的，只是想给他找个教训。丁总，那个保安部来电说，监控画面好像有问题，要您去看一下。好，马上过来。清了啊！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看你这红光满面的，肯定遇上财神爷了。哎，哎，这运气好啊！这一把一千点就翻过来了。哎，玩两把。什么事啊？这么急的叫我过来？他鬼鬼祟祟到总裁办公室干嘛去了？哼！幸亏我在电脑里装了文件记录软件，我就是担心有人会偷公司的机密文件。但我没想到这个人会是任忠明。他都拷贝了哪些资料？都是一些相关地块的资料和市长预期。哎，你说？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？我分析有两种可能，一个是他把这些资料卖给感兴趣的人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有人雇他来偷这些资料。那么不管是这两种可能哪一种，目前对我们中天集团地块感兴趣的，和对我们现在经营状况感兴趣的，只有一个人。毛锦峰。我的直觉告诉我就是他。你说，咱们要不要报警？嗯，我觉得还有点为时尚早。你是说放长线钓大鱼？嗯，也不仅仅如此了。还是说你根本上？就是想袒护任忠明。我就是有这种想法，他也不配让我这样去做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就是看在文慧的面子上，想再点拨点拨他。如果他能及时醒悟的话，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他要还是老样子，那谁也救不了他。
我知道你重亲情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又剩100块。怎么那么晚回来？脸色还那么差，病了？没事，你单位事情太多了，累的。我怎么不知道单位有这么忙啊？大姐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找你，咱们出去说，别影响我回休息。